聊，江河小嘻嘻，展现可爱才艺。掌声有请张俊豪。他自己还是电工。我头上有指甲。哦，头上有指甲。哦。谢谢张俊豪的舞蹈，掌声有请曲俊熙。哎呦，厉害！哎呀，熙熙，评委老师好，你好，开始表演吧。嗯，爸爸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跟你炒红烧肉呢。爸爸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考试考了100分，你高兴吗？哎呀妈呀，姑娘你太棒了，你真给爸爸长脸，爸爸高兴死了。爸爸你怎么还高兴死了呢？爸爸我没考试考了100分，我是那是做梦嘞。爸爸，爸爸你老让我考试考了100分，我做梦都要考试考了100分呢。爸爸你兴奋得太早了，爸爸，爸爸你行不行啊？这次没考试考了100分，下次还能考试考了100分。爸爸你醒了，爸爸你等着啊，我马上给你救救护车，救护车你快来呀，我爸倒地下了，你要不我不快来你就见不着我爸爸了。爸爸救护车没来的时候我先给你唱首歌吧。想小二郎背进了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风雨狂，只怕先生把我来围绕着来，我无人劝劝呀。爸爸什么糊了？红烧肉，想歇会儿了不行。想歇会儿。爸爸，你以后你别这么倒了，你都吓死我了。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你还这么调皮，我妈知道不？爸爸，我保证我下次还能考试考了100分的。完事儿了。谢谢曲俊熙，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张俊豪，赶紧跟姐姐先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三位评委，请点评。西西啊，嗯，你现在是不是就不紧张了？不紧张了。觉得弟弟演刚才演的好不好？好。豪豪，刚才姐姐演的好不好啊？好。哦，豪豪跟姐姐已经变成好朋友了是吗？是。哦。待会儿评委给完出彩以后，谁有了出彩就可以去人民大会堂了。明白了吧？不能有两个人上人民大会堂，只有一个人上人民大会堂。哎，太聪明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到底你去还是弟弟去呢？因为我没去过人民大会堂。那么弟弟也没去过怎么办？
要是弟弟伤心的时候，我就把他的，我把我的鸡龟送给他。要是弟弟不伤心，我就去人民大会堂。好好，如果你跟姐姐两个人，只能有一个人去人民大会堂，你希望谁去？是你去还是姐姐去？姐姐去。哎呀，那这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男子汉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心都要碎了。太棒了，我觉得点评应该不用点评了吧？两个孩子的表演都如此精彩。是，是，你们两个人商量好吧？你们两个商量一下，谁去好吗？商量一下。哎，小撒，你哎，对，两个人哎，你们可以单独商量商量。哎，哎，好，哎，你们商量，你不要偷听呀。商量好了。你说啥来着？我说你去。他说我去。弟弟说，哎，你去是指这样，姐姐去，姐姐呢？你说谁去？整蒙圈了。整蒙圈了。整蒙了。整蒙圈了。两个人谁去人民大会堂？你说。你说是谁就是谁了。说还是弟弟吧。因为我是姐姐，得让着弟弟。哦。三位评委，接下来孩子的商量当然是我们听到了最美的童真的声音，但是最终比赛的规则权力在三位手中。我先。你先。弟弟，你等会儿上。是弟，那那你先给弟弟选。三位评委请在孩子面前保持镇静。李连杰叔叔给了你一个出彩，但是别着急，我们要两个出彩才能去人民大会堂啊。你也不用着急，刚刚只有一票，对不对？对。来来，我们是有原则的。你们这样抢着想减轻自己肩上的责任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同意的。第二个，有请周立波老师。西西，你去吧。两个孩子，你们各自拿了一个出彩，谁再拿一个出彩，谁就可以去人民大会堂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蔡明评委，请。姐姐怎么办呢？好好，姐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想跟姐姐说什么？姐姐加油！哎，好好哭了，你看，好好哭了。哎呀，为什么哭？哎呀，为什么哭？想跟姐姐一起去，是不是？自己一个人去太孤单了，对吗？所以这孩子这个最纯真的童心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用掌声祝贺豪豪去人民大会堂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，这俩孩子的爸爸妈妈一定骄傲的。对，很成功，很成功，真的有情有义的孩子。希不希望有这样的奇迹？希望吗？希望。三位评委，他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权利，那就是能够把事情变回来。刚才对，变回来。就刚才他们不是已经投票让豪豪去人民大会堂了吗？他们还有一次机会能够让事情发生改变，那就是有可能西西也能去。啊，豪不是伤心了吗？他去了，他在那块等姐姐，把姐姐突然间了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对，对对，哎，你还没人家孩子逻辑清楚。
奇迹出现，来，掌声送小西西去找小豪豪。